Hello，各位大家，我是咖啡。我的 YouTube 频道已经达到1000订阅了嘛？我想要办一个抽奖，那奖品就是这个《刺客教条：起源》的类比套。那要怎么拿到呢？很简单，我会在 FB 粉丝专页 po 一个抽奖文，然后分享它，并且要设为公开，就是我也要看得到。不然不是公开的话，我看不到，那不算数哦。设为公开，还有进到我这个 YouTube， 现在看着这个影片里面留言，留你分享 FB 的名字是什么，然后我就会对照 YouTube 的你的留言 FB 名称，还有你分享的文章的 FB 名称，我两个会对照，这样子就算是有符合抽奖资格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要台湾，你必须要是台湾人，然后住在台湾，我只能寄到台湾，我不能寄到国外。然后寄的方法就是 Seven 店到店这样子。那就是抽奖以上就是这样了。那我之后做的影片，我可能会录《魔物猎人世界》的攻略影片，还有就是把一些还没有玩完的游戏主线啊、剧情都先玩完。就是慢慢的放上来，这样可能更新不快，但就是我会努力的。那新的一年1000订阅以后，还请各位多多支持。那就这样咯，谢谢大家。